而且那个时候就是，因为那个时候比较忙，当时是想全剃的，但是我家长不是很喜欢我全剃，他说让我留一点，然后就留了一点。好，那你今天准备怎么弄它？夏天怎么弄凉快一点就怎么剃呗。是吧？也可以。你以前剪过最短的是多短？光头。剪过光头。现在有没有5年？有，我都超过了。超过5年。对。现在这个头发都是后面长的，而且中间断断续续的也剪过。还是洒点水吧，有点干了啊，还是湿的剃好一些。烫不烫？挺烫的。提神洗脑。把它敷一下，它发根它就软了嘛。软了之后剃着就不痛。
不留的话，我就推了。一下就掉下来了。有没有想睡觉的感觉？有没有想睡觉？用那个刀刀刮的时候有点想。是吧？这个就算了。这个枕头太大了，睡不着。等一下，我一扫一下。